下げてもらってもいいんだけれども、この事業は末尾に、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要你们，像我们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呢，转达我们留学的慰问，也祝我们所有的留学生啊，各路都平安。留学生在哪里，我们就把祖国的温暖送到哪里。雨很大，天很冷，可是我们这儿心情很暖。越过高山，越过平。我们在为学生装健康包，为学生的健康保驾护航。日本的疫情战线拉得比较长，我们很多留学生手里的防控的这个物资啊，其实很多在早期都已经捐给国内了。中国知道大家缺少防疫的用品，专门调运了大批的这样的防疫用品来送给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坚定信心，做好个人的防护。保证身体的健康，我们一起来迎接疫情过去的那一天，大家坚持。刚才我们把健康包送到早稻田大学，接下来我们要去东京大学。红旗飘呀飘，红旗飘呀飘，腾空。今天就大暴雨，我们都这么累，这时光老师您比我们大家累更辛苦，谢谢谢谢谢谢祖国妈妈。今天不巧遇到这么一个大雨天，希望健康包能够尽快的传递到更多的同学手中，我们还要去下一个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代表美国政府的人民给大家发放健康包，我想这也是表达了国内包括你们的亲人对我们所有在日本的学子们的一份牵挂，一份爱，一份关心。就像这个当初一首来自祖国的爱，今天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大家能够感受到来自祖国来自家乡的爱，同时也希望通过你们能够把这种爱能够传递下去。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留学生加油！中国加油！中国留学生加油！祖国。